我妈说你在这儿钓，赶紧打了。吃过了，他们在打玉米之前就吃了，那个时候我觉得饭太烫了，所以我就没吃。这里准备了一根泡菜，其实这一根泡菜都还有点多，都还会剩。但夏天很累的时候，吃这个稀饭是最爽的。吃一点虚着了，身上有点痒。今天晚上这个菜真的很丰盛，还剩了这么多，都还可以再吃一盆饭。但是我现在要去洗澡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结束了，拜拜。